嗨，嗨，下一集，等一下一月。现在一月三十，几几？一月七号。一月七号，11:35。十点呐、啊。哦，十点。因为你还没。十点。因为你没有调回来啊。我也是十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到十一。哦，十一点。哦。11:35，我现在在。广东柏林的公车上，我真的好喜欢这里，因为像你，这里的感觉很好，很想跟伙伴们分享，是吗？超级的。哎呦，我为什么忘了？外面的风光。看一下外面的景色。运，给运看。上我之前录了一个校外教学，运说很像暮光之城，看来运真是个大粉。啊，我们的伙伴们都在睡觉。这是日本人吗？被偷拍，睡觉偷拍。然后，哎，陈奕迅是要回台湾了。大家快回来了。林肯啊，对林肯啊，他都会这样子。他讲什么就会这样。这边，那你觉得都柏林像什么？我就还没去都柏林，我都知道。我说爱尔兰。爱尔兰就像衣服，我是掰不出来。陈奕迅这个，不过我意外发现陈奕迅好像懂蛮多东西的。我本来就懂很多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说那些都只是外语系的必备而已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有看很多书。真的好不好？我最爱涉猎课外知识了，不拘泥于课内的人格，死我不死读书的。好了，快点。老师，我们早餐。还有尿。不是维他命 C， 是尿。这是我们的工程，这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好朋友是毕生的最好朋友。Toilet， 而且你超级的，你刚才那么学我什么？好像非常没学。好啊，很会学。不晓得大家自信点，我觉得我到时候一定没有人要理我们。没关系啊，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哦，我们大聊了陈绮贞。起真粉，原来陈奕迅是起真粉。我是啊。哎、欸，你念一下那个景美那个小。哦，景美。看有没有人跟你有共鸣。有了，很多人。快点。雨中气势如虹，太阳升在谁雨中？啊，拍不下去了。哦，你都没在讲话，都是我在撑场。我在录影啊，我要怎么撑场？那我也可以录影。不然你要不要想一段话？我不要酒后，我不要酒后。好，大家再见。你按了吗？结束了。我想说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景色。没有，大家一定会期待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都不会发生。会啊，你出现就会发生什么事。